到就是一个包栋民宿，我们要来做一个非常特别，我们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度假感。没有，这是哪里？这里是哪里？宜兰，宜兰，这里是宜兰，我们终于来到宜兰了。而且会来这里呢，就是因为我跟金针菇呢，我们平常，我们是没有合作，我们是谁？开头啊，金针性，哎，真是重新来了，重新重新，耶、yeah! ！大家好，我们是金萱 CP， 耶！ Yeah, 今天呢，就是金萱 CP 要来一个不一样的企划，因为我们两个真的平常太喜欢出去晃，可是又觉得太热，就想要一种度假感。没错，也很久没有出去玩，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包了一个民宿，我们要来这里大chill一下，就是我们完全不要做任何的事情，不要出去玩，就是整天都待在民宿里面。你说这整个都戒了吗？对，这整个完全整个为了我。对，因为我跟你讲，因为上一次我跟金针菇去九份的时候，我们两个话觉得太热了，我们就决定算了，放弃。以后呢，要去规划一个只有在饭店里面然后度假的感觉。哦，所以我就包了这一次。今天呢，就完全都在这个民宿里面，然后我们要来一个闺蜜照片的计划。哦，真的？对对对，就是来一个照片拍摄的计划，因为很多粉丝会问说我们怎么拍照啊，或是想要知道怎样拍照的姿势好看，所以刚好在里面玩的时候可以拍照跟大家分享。而且我们只要出去玩的话，我们都会配穿搭，然后互相帮忙拍照，对对对对，觉得应该会很蛮好玩的。有，我们来的前一天已经有特别沟通要怎么搭了。对，所以今天等一下好好期待吧。等一下。Yeah, 那我们先进去哦。OK OK。好，我刚刚呢已经先来了，跟民宿老板，就是有他有大概带我熟悉这里，但你没有看过。嗯，我刚来的时候已经非常惊艳，真的假的？就我包括我们的房间也很厉害。走。这个长廊，这里这间，哇，可以吧？我跟你讲，可以吧？可以吧？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觉得怎么样？来到动物园的感觉。没有，老板是不是很喜欢长颈鹿啊？现在我们等一下再带你去看其他间房间。OK， 走。这里还有阳台呢。对啊，你看。很棒吗？这里超棒的。那我们现在呢？已经进来了，我们就先去房间挑战我们第一套闺蜜的穿搭。好的 ，OK， 大家也可以参考看看，参考一下闺蜜拍照。跟大家讲一下，今天呢，我们还有特别准备，就是很多支唇膏，因为我们想说每一支穿搭的颜色不一样，然后配的衣服跟口红颜色也要做搭配，所以今天也会有特别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唇膏配色。今天我们嘴巴上擦的都是一样的，只是我是比较厚擦，然后它是比较薄擦。那我们等一下就直接来拍照哦。 I wanna be happy. Day and night, wanna be alright, happy. 真实的王，真实的其实是这样。我跟你讲，平常过就没有那么有气质啊，爽啦，然后很糗。林轩看起来还是很有气质的，你这样放歌，我有气质，我这样还有气质是不是？在，请问，只有我，怎样？我们一起啊。你要我怎样？这样也可以了，好像也还好哦。还是我怎样都不对，我怎样都不对。就我牺牲自己啊？没有啊，我们平常会啊，丢下自己的那个自尊心。赶快！你看他笑的时候也是，没有。应该是平常是，我不要就这样笑啊！我不管，等一下，
我们换下一卡。我觉得这一间的老板应该蛮喜欢场景，到处都是场景。我发现，这里有个长颈鹿，那里又是长颈鹿。大家猜猜看，这个房间有几只？哎，这个民宿有几只长颈鹿？答对的话，我们来送一件衣服。哎，可以哦，可以。我们等一下就来数一下到底有几只。不过我们也不知道几只。我已经把今天的体力用完了。哎，我刚直接面壁朝了。还好你的鼻子不是聋的啊，是真的，真的，真的，没事没事，不然真的出事了，阿贝。我刚没鼻子压进去。断面的断，所以是无色限奶油断光唇釉。因为这个唇釉，我觉得这个包装超漂亮的，真的。这个颜色应该也算是都是那种奶茶橘色那种，也是我们两个很喜欢的颜色。然后我的是784 BR 784，我是 KCBR 793 KCBR 784。对对对 ，KC 就是唇釉的那个开头。对，这个包装真的很可爱，这是雾面的，蛮有质感。来试一下，来来来来，我们用好看的相机来试色。然后我比较喜欢擦里面的中间的那种，然后喵喵喵喵，眯一下，哦，好看呢，很漂亮，是你的颜色哎，哎，这个也是你的颜色，真的吗？对啊，那就是比较低那个的，比较暗一点点，比较暗一点的，我是比较喜欢这种亮的。而且我跟你讲，你看它的那个刷头很好刷，就是它刚好符合你的唇型。我们刚刚这样擦的时候就觉得超顺，就有点有小小 S 型的那种感觉。对对对，有点弯弯弯的。耶、嗯！ Yeah, 大家这个应该有适合我们的吧？这个颜色。对。我现在坐在沙发上拍吧，对，就是虽然这样子很不合理，可是完美拍照都拍出一些不合理的照片。可以啦，可以，就是拿在手上这样，好像我是我的东西的感觉。好了，我们现在吃完饭了。所以现在呢，换了一套全身黑色系的，有没有一种比较帅的感觉？嗯。然后现在我们搭配的这个唇膏，它颜色也比较深一点。我的擦的是 KSBR 784，我的是785。对，它是785，它很蛮红的，暗红色。对，暗比较暗色系，跟黑色其实蛮搭的。而且吃完饭。我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擦口。擦口，我也是。嗯，哎、欸，它，哎、欸，很水哎、欸，很滑顺的。嗯，这支它叫无色线断光极润唇膏。嗯，无色线断光极润唇膏，就很适合直接去谁的什么结婚典礼之类，都正式的场合。真的很漂亮哎、欸。有吗？有显白吗？大家有觉得我们显白吗？好，不管，我们现在等下去拍照吧。耶！一卡拍完了，大家应该觉得还不错吧？虽然有点正式，但我们两个应该都还蛮习惯这种正式的感觉。对，黑色系西装套装，我觉得大家出门的时候就可以准备像这种，就是一整套的西装套装，因为我觉得就是到处都蛮好拍的。嗯。
还应该还有衣服可以拍吧？还有吧，还有吧。那我等一下去哪里啊？去，好像可以去外面的、欸，因为我们刚刚都在室内，所以应该可以去外面走走。现在也是不是像刚正中午的时间就可以去？好啦，那我们等一下去外面吧，拜拜。大家等一下就可以看到林轩和摄影师在游泳池。我是裸泳。哎、欸，反正这边都没有人啊，就是裸泳，全部都是我们的、啊。好爽哦！我就是那个包洞这样子，然后那我们裸泳啊，裸泳啊，让你爽啊，让你爽啊，让你爽、啊！哈哈哈哈哈！没有，他的眼睛就啊要小一点。什么？我没有爽。哦哦，好赞啊！哇，家里有这个太好了，对啊，而且看过去的景色很赞哎，哇，那个是什么意思？拍照了吗？我们也要来拍照吧？对啊，在这里虽然这样子舒服舒服，但还是可以拍个照。Cause something's gonna change my mind. I don't wanna change my mind. Oh, I wanna stay right here, right here. Chilling with my friends for another year. I would walk away from the spotlight for the good life. Oh, come on, turn your hate into poetry, pain into power. And I meet some friends and your minutes into hours. I would walk away from the spotlight for the good life. For the good life.其实我觉得这样玩的蛮好玩的，对啊，我们两个容易自嗨，我们的从以前优点就是自嗨，很容易自嗨，而且刚刚也拍了不少照片。而且等一下呢，我们要拍什么？就是就是看一下，哇哦，这里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因为还有游泳池。那等一下，请问会穿泳衣吗？跟大家说，今天没有泳衣可以看。哎、欸、喂，因为闺蜜嘛，我们不走那种就是辣妹闺蜜，我们是走可爱闺蜜路线，所以等一下是走一个洋装可爱的。好啦，等一下呢，我们两个就要去换一下下一套衣服，然后再拿一些零食出来这里放松吃一下。OK OK， 好，走吧，开始喽！来来来，我们的最后一套就是在泳池 chill 一下。对。但我觉得我们平常我们两个出来玩的时候，会有属于那种自嗨的时间，然后还有很安静的时间，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自己去切换那个，我觉得蛮好的，就可以两个人都不讲话，真的不讲话也不会尴尬。对，这一支呢，我们两个是擦一模一样的颜色，然后是比较粉色的，对，刚好跟就是我们是觉得跟这个泳池粉嫩的感觉很搭，就是这支叫 KSBG964， 还蛮好看的、欸，我觉得蛮好看的，就是走一个粉嫩，然后它配浅蓝色也好看，比刚刚的玫瑰再粉一点，还要粉，对，可是我觉得 还算是百搭的颜色。对对对对，其实看起来哦，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点会不会难搭、但擦起来不会像这个一样那么的粉，因为它的下面这个颜色看起来比较粉，可是实际擦在嘴巴上面，我觉得蛮刚好的。对对对，I'm not afraid to die.
等一下，我们要先谢谢植村秀，让我们有金萱 CP 有，让我们金萱 CP 有了新的合作，超感谢的。不然我以为上次的金萱 CP 是最后一次拍摄呢、欸。不会吧？应该大家都还蛮喜欢金萱 CP 的。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请继续支持我们，我会继续就是跟大家分享好的东西。对对对对对。好，那我自己个人还是蛮喜欢唇膏的，因为我喜欢就是擦起来就是直接擦上去。哦，但是我的话，我比较喜欢这个唇釉。对，那你有比较喜欢的颜色吗？在这边吗？对，这一系列唇膏是无色线奶油断光极润唇膏。那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963的。那一套就是第一套穿搭用的，对对对对对，因为它我平常还蛮喜欢擦橘色系列的，就是比较适合亚洲人的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真的很好搭，也蛮显白。它有用360度描绘唇形的这个设计，然后所以你上的时候就很好，就擦完整个形。我觉得而且也不太会跑出去的，对，就还蛮符合那个唇形。因为我之前有用过植村秀的唇膏，它就是做那种圆形，可是它这一次做的是有点配合日本那种折纸，日本很流行折纸，所以它就有一些这种折纸这种设计，我觉得蛮棒的，超赞的。那我自己，你喜欢哪的是964，我觉得刚刚的，现在的，就现在我们两个嘴巴上擦的，因为我很少用粉色。偏玫瑰或粉色，我都是用橘色或土色居多。然后用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意外的还蛮好看的。对，所以这一支算是我蛮想跟大家推荐，也算是他们的主打色。我觉得我的肌肤算是健康的，也不会到就是看起来很显黑。对，我觉得都是还蛮显白的。我也蛮喜欢我们穿黑色穿到有没有？那时候擦的口红超级显白的，真的很显白，蛮推荐给大家。这几支我真的都蛮推的。对，我也蛮喜欢这个颜色的。超喜欢前一套穿搭配的颜色，它就是有点玫瑰粉的那种，我觉得对玫瑰粉，而且是你很少用的颜色，可是我觉得这一支算是他平常很爱用的颜色，然后就算是都这几支都算是蛮百搭的颜色，我自己的话，我喜欢我应该会选这个，因为我比较少擦亮的，可是这个土色。是你的啊，就是我的啊，對啊，就是你平常擦的颜色。我刚刚一擦上去的时候，他就直接说就是你的颜色啊，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好看。对啊，比较好的是唇釉确实可以去掌控它的薄擦跟厚擦，对，薄擦厚擦感觉出现的颜色色调也都不太一样，对，所以这个真的还蛮推荐大家的，没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唇膏。对，好啦，那分享到最后呢？现在看完我们一整支就是在这个包栋的民宿秀之后，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植村秀呢唇膏系列有新的活动，只要购买这两个系列丝缎光唇釉或唇膏，对，就可以享有9折优惠，你们可以在官网或是专柜购买，超值得的，而且还有买二送一的活动，是正货哦，这个我觉得超棒的。对，关于这个植村秀唇膏或唇釉系列的活动详细的内容会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就是我们讲的不够详细的话，你可以在下方资讯来看。對對對對，我们等一下要继续在这个泳池开趴秀一下。Okay, okay, okay. 我们下一次影片见喽，拜拜。好，我们的没有，摄影师那个，太快 action 了。